干嘛？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呢？我看一眼怎么了？拜托，您那是一眼吗？小眼睛、望眼欲穿的，都快成雷达了。小点声行不行？再说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我没关系的？ 哎，我就看了，怎么的吧？没事儿，你想看就看吧。你看他们比翼双飞，这就对了嘛。没事儿，都看看地上跑的，多可爱呀。 精神抖擞啊！看起来你们还真是准备好了和蓝军大战300回合。挺眼熟啊！负重训练。报告。是007让带上的。报，有备无患。 019号，到。你确定自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吗？报告，我可以坚持。你这样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累赘。报告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，我们集体推举019为代理队长，确保019完成考核，是我们给自己定的额外目标。报告，是这样的，019要是被淘汰，到最后我们不管剩多少人，都会主动放弃考核。报告。 我们已经准备完毕，是否出发？出发！全体都有，向左转，跑跑走。 别的先不说，就冲这一点，他们已经达到了霹雳火的选拔要求了。就冲这一点，他们就是我想要的人。我是不是通知各单位暂时收回重点照顾019的指令？没这个必要。不是，他们可都是来真的。我是开玩笑吗？我是不会妥协的。 说，他是不是要淘汰019啊？想啊，他心疼019。不想，他更需要019。我怎么觉得他既心疼019又需要019？我说错了吗？他本来就很纠结。你小子进步了。好。 Thank you.
宁浩，确定一下信号的卫星方位。是。方位，距离我们大约20公里。走这条路。这条路地形太复杂了。地形越复杂，越利于我们隐蔽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跟敌人交火。你说这两个飞行员去那干啥？傻呗。得了得了，014，都几个月了，你的归属感还没调整过来。起来吧，我们现在走吧。走。归属感到哪儿去了？你心眼一点都不大。025，你心眼真够大的啊！敌人赤裸裸的挑衅我们，你还在那咧嘴笑，你跟叛徒、汉奸、卖国贼有什么区别？014，别理他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，谁让我没对象呢？025。你有满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哎，赶紧想想下面怎么办。我们还是绕路吧。嗯，我再选一条新的路线。
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看吧，金伟连那帮人我熟得很，真打起来他们不是对手。难看行，正好下去跟他们叙叙旧。鬼鼠敢，俺的意思是先把他们干掉，然后跟他们的尸体叙叙旧。干吧，省省吧。干掉他们倒是不费劲儿，可是这枪一响，那几辆步战车就得回来。100毫米地下线膛炮，30毫米机关炮，7.62毫米车载机关枪，你想怎么死？这玩意儿带少了，是，还是留着吧，关键的时候再用。王蛇，咱们怎么弄？接着绕啊？现在过不去啊！我有预感，这次咱们的方案是定错了。昨天我们的任务仅仅是突防，敌暗我明，我们手里没有武器装备，所以只能选择绕道。我们只要绕开敌人设置这张网，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的任务是搜救，我们除了保全自己以外，还要把生死不明的飞行员给带回来，而飞行员就在敌人的控制区域内，所以我们无论怎么绕都绕不开敌人的控制区，绕不开这张网。可是飞扬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跟敌人交火，一旦交火就会陷入他们的围攻。所以啊，我们被飞狼给误导了。你们想啊，现在敌人是3步1岗5步1哨，闪击战，宣告一下我们的存在。干嘛呀？他们没几个人，不需要全员参战。这样吧，014、024、025，你们三个跟我去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也得去。怎么，不信任我们？哎，林浩，这只是个闪电战，而且他们有4个人，下面只有6个，足够了。他们人少，但是火力足，而且射界这么开阔，你们怎么打？我自有办法。小心阴沟里翻船。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哪来那么大的阴沟啊？014，嗯，千万不要轻敌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哎呦，天哪，你拍电视剧呢？你在这儿，啊？
人家关心你嘛。哎，行了，打仗呢，别乱我军心啊。马上，走吧。别担心了，林七挺聪明的，没事儿。谁担心他了？我是担心他动静太大，把布寨车给引来。黄军同志，辛苦了。哎，是黄宝贵和石磊，他们不是霹雳火的吗？子敬，哎，别动！林小军，你干什么呢？把对讲机给我放下。小泉，你冷静一下啊！你可千万不能报告，你要报告了，俺们哥俩可就惨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站着别动！没动。黄宝贵、石磊，你们什么情况？还能什么情况啊？走累了，渴了，见着自己兄弟了，讨点水喝。是，这不合规矩吧？现在是军事演习，你们是敌军。哎，我说李小军，你怎么越来越轴了？当班长当出官架子来了？不是你当新兵蛋子的时候，我教你打枪了。班长，他们不会有什么诡计吧？可别掉以轻心，赶紧报告吧。吴越，嘿，你这个新兵蛋子，你咋这么聪明呢？以前我可对你真不薄啊，你现在跟我玩人走茶凉是不是？你说这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兄弟，你至于吗？这么认真？班长。这你都能听得见啊，他耳朵灵着呢。黄宝贵、石磊，虽然咱们是一个排的兄弟，可是现在是军事演习，确切的说是你们在考核。临出发的时候，连长可是三令五申，谁要是不把演习当回事儿，犯了错误立马滚蛋。这样吧，也别说我们不讲究，你们俩赶紧回去，我们就当没看见你们，这样总行了吧。哎呀，还真是人走茶凉了，啊！得，我们兄弟领情了，水呢，得给一壶吧。班长，算了吧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咱们是协助部队，何必呢？给他们。宝贵，司令，接着。快一点！哎哎哎，给俺喝两口吧！你，给，大半壶呢。看来啊，他们还真是渴坏了。放着好好的警卫连不带，非要去那个地方受苦，自找的。好歹不用走运。听说石磊最担心总院了，听说过，他有个倔爹。没了，还是兄弟，那个把壶还给你们吧，啊，来，接着啊，接着，哎，你扔准点啊，这回准了。卑鄙无耻！你们还好意思骂人？我在的时候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警卫连，你们责任重大，是敌是友都分不清，
们就这警惕性？严峻就是施展。这个道理还用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吗？算了。那个宝贵他脾气有点暴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放心吧，就今天这个事儿，俺们哥俩肯定不往外说，对不对？咱们还是老战友。石磊，要光是黄宝贵儿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我是看你平时老实，我嗯。俺是实在，可是俺也不傻呀。不要等着我。他们都阵亡了，你来跟警卫连长说吧。石磊，你说吧。你说，你跟连长熟，你说。连长，连长，俺是宝贵，俺是石磊，俺是石磊。石磊，俺这才走了几个月，你就听不出俺动静来了？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会是石磊？李小春呢？报告连长，李小春刚刚阵亡了，他的据点也被我们刚断了。连长同志，这下回再说吧。完了，俺又得罪人了。撤了。大哥，你出发吧。走。哎，那司令火呢？指挥部，
等会儿。干嘛？给黑龙吃啊，总得安抚一下他吧。你这哪来的火腿肠啊？以前厕所训练的时候，黑龙老跟我作对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再想出这招，暴力上背着呢。我说后来你怎么搜不到他了呢？原来你腐败了呀！你说为什么吃别人东西啊？真够没出息的。干嘛呢？干嘛批评我的卧底啊？什么叫别人啊？我俩关系好着呢，是吧？行了，快点，别耽误事儿。Hello， 走。我是替林浩惋惜，连狗都认零零七了，可零零七却心有所属，他该有多难受啊！你这是一分钟电菩萨呀！我本善良。跟上，
听说霹雳火的队员在我的防区内打起游击战来，他把我的警卫连打残了。报告，不是快打残了，是已经被打残了。什么情况？给我介绍介绍。是。您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红叉，就是被他们干掉的关卡。这么多？对。而且目前还在增加。 很多关卡都是被重复攻击，刚一建成就被他们给端了。我们派遣人手上去，他们就杀回来；如果大部队增援上去，他们就没影了。紧接着会有下一个关卡，或者巡逻队遭殃。什么目的？没有目的。他们就是想把水搅浑，把网撕破，乱中突防。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现在看来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。 目前我们这张网已经千疮百孔，他们可以在网的中间自由的穿梭。这你教他们的？青出于蓝吗？我说过，他们会创造奇迹的。现在他们在什么方位？天知道。那两名生死不明的飞行员在什么位置？对不起。 我不知道，连我也瞒着。报告，不是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想，我是敌军的指挥官，如果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的话，这次考核还有什么意义？目前只有受训队员根据飞行员发出的求救信号才能找到他们。好像还有支部队没用吧？该派上用场的时候。 试试飞机旁边待着等待救援，瞎跑什么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直升机如果坠毁在敌人的控制区域，飞行员只要再能移动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尽快的逃离坠毁地点，避免敌人的搜索部队找到他。对啊，敌人也有搜索部队。他停下来了。信号距离我们多远？9点钟方向，大约5公里。 前提是他不在移动了。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。走，举手，隐蔽，两手，什么方位？
下手下太重，快点跑啊！廖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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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住，你要乐观啊！放下，放下，可能，逼。 他们。
你们俩是不是真死？我就是让阿飞的看见，我们是一起阵亡的。 完了再说。爹，我要对不起你了。梁四，别哭了，乐观。原来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乐观不起来。我问你，如果背上良久。 你能不能速度再快点？我是说要一起死吗？我就问你，能不能再跑快点？要是跑，那可是拼命。好，灵儿子，记住你的话，拼命跑，越快越好。为了能留在霹雳火，你也要拼命跑；为了你爹的面子，你也要拼命跑。我知道了。但是灵儿子，你是啥意思吗？我罩着你。说，后边的数名，我们争一桶守雷，然后退进去。你用的，他们现在已经追风了，后面就算刀山火海，他们也得追过来。退进去以后，你就地隐蔽，我已经开枪。那你怎么办？林浩，你给我一个汇合地点，我已经开他们之后，在那等你。那要是你摆脱不了呢？灵儿，我，你别犯傻了，他们是什么人，你也应该看清楚，你不可能摆脱他们。总比全军覆没强吧？ 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，你要是坚持到现在，他必须得留下。灵儿不是我兄弟，他不能转业，他也必须得留下。再说你们两个，你们能接受被淘汰吗？我看过了，剩下的所有人都必须得留下。那你就能接受淘汰吗？我家是开兽医站的，我是富二代，我本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灵儿四当陪练的。 我走了无所谓，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傻子，我不会跟他们下蛋的，保不齐有幸存吗？到时候你都得信。别犹豫了，快啊！掩护。灵儿，我记住了这个点，我们在这儿汇合。收到。一个小时。 一个小时以后，如果我没到你们先到了，就别过来了。别跟灵儿四说。一、二、三，干！灭树灵，给我追！ 杨武，你刚才跟他们说什么了？进去再说。走。所有人散开，就地隐蔽。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隐蔽之后保持静默。 隐蔽。追！
前天玩鹰，今天却被鹰啄了眼睛。大家都给我注意了，抓活的！哎哎哎，零零七，零二五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管他了。他刚才跟你们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零二五说，他是富二代，家里开兽医站的，所以你扯什么蛋呢？那是，你帮我背着零二九，俺去追他。零二四，你不能去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让俺要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当炮灰啊？啊！零二五说了，他有摆脱追兵的办法。我们约好了汇合点，他在那等我们。你没骗俺吧？没有，零二五说了，他很乐观。相信他吧，他一定会有方法的。那俺就说吧，俺就说这臭小子肯定有鬼主意。我们先去救人，然后再跟零二五汇合。走，走。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嘛，至少还得给咱们打声招呼吧。咱们现在是尸体。原地警戒，零二四，看一下零二九怎么样了。小九，我们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再看一下球球的信号。怎么回事？十点钟方向，五百米。太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走。石铁柱，石铁柱，飞雪儿危险，快！
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就是搜救对象，应该是吧？猪猪侠，大师兄，别管他是什么了，他现在就是我们的搜救对象。飞狼也太损了吧！